对，我们是答应了他今年去哈尔滨过年。这不是单位今年除夕不放假吗？他妈妈也要加班，他最喜欢你了，你就帮帮忙吧。听说你哈尔滨不去，在家生闷气呢。我们都说好了，我跟同学也说好了，我就要去东北，我要去玩雪，那里多热闹呀！不生气，不生气，好玩热闹的地方多的是，交给爷爷好不好？好吧。我跟你说呀，你爸小时候也特别爱玩雪，那时候家里边穷，不带他去，他还哭鼻子呢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长大了，就懂事了呗。那懂事就不喜欢雪了吗？我们回来了。哎，爷，你看，哎，就这个东西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？哦，嘘。哎，我们这都哄了好几天了，还是爸出面好使。不怪他想去哈尔滨玩了，你看现在城里头过个年连点年味儿都没有，不像我们小时候一过年买新衣服，看踩高跷的，变戏法的，皮影戏，孩子们是成群结队放鞭炮，一大家子是忙里忙外，甭提多热闹了。爸，这时代不一样了，我们也想啊，可哪有时间呀，忙都忙死了。行行行，去吧去吧啊，走吧。明明现在大家经济条件都好了，咋还越过越没意思呢？爸，我们先走吧。爷爷，我们也走吧。走，快快快快！爷爷，外面凉，这个给你贴。哎，好。哎，快！就这个，对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吧。哎哎哎，别用手。我们回来了。嘿，快来快来！啊，臭小子！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您这个铁锅炖出来看着就特别好吃，咱们要给他们一个啊，出其不意。来，干杯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干杯！